欢迎继续登来新闻的现场。为着体贴时代行动无方便，一定有美容美发专业的职工，特别前往何必中寮大庄社区，替关怀基点的老伯伯换上轻松的头毛型，连白白哦，嘛修甲真水个整齐，让时代拢真欢喜，心情真愉快。为了体贴长辈平常时外出无方便，台中市乌日志工服务协会理事长王秀珍特别号召有美容美发专业的志工，做伙到河滨中寮大庄社区替长辈义诊。我想所有的志工朋友，不管是美容美发，不管是在按摩或是修眉毛也好，或是纯粹来帮忙取暖，就是来跟长辈聊天，聊聊天，说说心事，说说话家常。我想在心情的部分，让他们能够有亲情的感觉，有邻居的一个问候的感觉，有好朋友长年以来的一个嘘寒问暖。那也包括我们社区，我想我们只要来参，除了来参与以外，一个就是志工朋友大家联谊感情。那我们也奉献我们的专长。王秀珍理事长表示，这天特别好店内休困一天，放下手边的工作，就是为着要来替长辈义诊，陪因讲话开讲，透过家己的专长来服务时段。我们就配合，就是找一些专业的老师来帮长辈做剪头发，就是让他们可以有一个换一个发型，也换一个好心情。然后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可以让很多社区的居民，然后或者是说弱势的一些家庭的话，他们也可以一起来参加共享盛举这样的活动。除了夹头毛，志工团佫提供美容、修白白服务，佮长辈整好水水，好气势佫较好。台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